柳文 Coco 昨天生日，她和老公 Blues 一起举办生日派对，他们二人希望庆祝生命，借着今次 Coco 生日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派对，去答谢 Coco 入行以来所有帮过她的家人和朋友。来宾包括以前 Sony Music 台湾老板、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，以及他邀请的特别嘉宾，之前都做了高度保密，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不肯透露，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原来派对除了邀请从美国来港的13支乐队之外， Coco 和 Blues 还邀请了 Coldplay 主音歌手克里斯马丁，他们共同合唱了多首歌曲。生日场地布置， Coco 和 Blues 都花了很多心思，今次的主题是星星，所以将场地布置像一个充满星星的冬季仙境，希望嘉宾都有一个开开心心的晚上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